来了，战狼头盔，然后又两颗球。哦，shit！目标是你。七、六、五、四，然后有一只是默契不佳。哎。 远离雷击。啊，我跟蟑螂爬同一边。他丢我两次哦，不知道丢你还丢我。我看他是看我两次。 闪电链准备，波迷电圈集合。我中。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远离雷击。 地板，分散彩圈，往脚下，闪耀两颗哦，超级充能开始，打进来，注意分散，小心分散哦，这次又比较快，昏迷电圈集合，昏迷电圈，偷心，还好，一，往右跑吧，头盔啊，分散彩圈，哦，小心，小心圈，我跟头盔，哦，头快啊，目标是你，啊。 烦哦，救命啊！砸到，这周星快吃糖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注意分散。分散一点，变大。我超载，小心！快进！啊靠！你们看见？打小石，打小石。分散彩圈。分散彩圈哦，两个圈。我点头盔了，不是我点门。我好血了。帮我活过去，太感谢你了，不然我要被电死了。我这边两只还帮打。 救命啊！你带进来啊！快跑快跑进来！蟑螂差点挂。闪电，连我两只啊！第二只靠死亡谎言了。那个远程打一下，那只电灵。好。集合分担。闪电，闪电，六、五、四、三。晕了。二、一。喂，蟑螂是单吃吗？有一颗球一直没打到。哦、什么？ 现在有我的500发打不到的球，应该要打到，只是他后续不是很快。我很怕刚刚蟑螂如果那个单吃，有人被他去吃的话会电死。没有没有，我那头盔来丢在同队了，对我怕有人跟我组盾。盾反。那小石太远没吃到，不要点偷袭。有。集合秒杀召唤电球。不用太远，那个。 沙包真的不用太远。三、二，反正没有雷，不用怕。晕，晕了。闪电边快躲。这是变大哦。你们还没准备好。 这玩了会接分伤。目标是你。五秒后召唤电球。六。反正你们赶快近一点。四。潮了。二。
都行。好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晕，晕。好像同时晕到。那、哦、我都补晕了。好，神那边快躲！因为他，我是等他一飞进来，我就晕下去了。你们还没准备好？接球。分散彩圈。有外面的沙包踩掉，往前，往前，集合分担，七，小石进去，六，五，啊，他自己吃是，对，小石自己吃，三，五秒后召唤电球，一，电球先不要进来哦，你看沙包，沙包自己会看，沙包，好，连王一起打吧，晕哦，晕哦，神那边快躲。王速度打了，打进打进，我先吵，超级充满，快快走快走，没吵到。目标是你，电电了再进去。四，没电我们。三，小心小心哦。一，不会啊，接球，头盔，及时头盔，分散彩圈，这个我踩，这个我踩，给他给他 hard， 及时快点门哦。有，这一起吃一起吃，一起吃一起吃，先吃糖，我先吃糖，我好血我好血。那个不痛了、啊，一起超载要来了，还要闪电，闪电链分散，先分散。我中超载，我中超载，先分散分散。哎呦，看吓死我，还有小时，小时快死了。进来，分散彩圈，彩圈头盔，这个我的，闪耀你不要踩。后面有一个，后面有一个，来得及吗？你们三阶段准备，我吃糖了。闪电链关闭，我们射了，你们往自己看张看位置在，就是赶快打掉。我在打，我在打。他快死了，先偷打一点网啊！我先插旗。好。强风准备。厉害。那个小怪远程打。神那边快躲。躲。先躲躲。过去过去对面。集合分担。七五秒后召唤。快过来分了。要死啦！四。小石救命！五秒后召唤电球。快回去快回去！顺风。一定要在外面哦！拉他拉他，偷心还是死？偷心都被接死。拉。强风准备。拉他了，快点吧！强风。神那边快躲！下一次那个老头，然后跟空就吼血哦。我没有吼血了。那流星吼。我吼。啊！五秒后雷击。反射都还有插旗啊！我有插旗。远离雷击，五秒后召唤电球。插旗了。集合分担，吃糖果。七六，反射都没有在开，进去进去分啊！强风准备，三二一，神那边快躲！小怪有够多，回去了，顺风哦，刚好回去哦，直接回去。我糖还有五秒后雷击，还有人能开减伤吗？闪电链准备，雷击就回去了，五秒后召唤电球。回去了，我插旗了。自己紧张，靠，差点被电死了，太紧张了。强风准备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。强风哦，神那边快躲，球快打，球都打，球都打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远程，哟呼，换弹哦，哟呼，放直我就好，放直我就好，好，给你死，放直我就好，过去哦。还有人有减伤吗？要水的喝药水哦，远程，几秒后召唤电球，快回去，雷击啦，我开盾墙了。哇是啊，打王都打王，全部都打王，撑住撑住撑住，强风准备，神殿链准备，撑住撑住撑住，神那边快躲，打王啊 ，DOT 挂一下 ，DOT 挂一下，加油加油加油，老头无敌，五秒后雷击，死光了，老头，无敌没用啊，远离雷击，五秒后召唤电球，100万，九十几万。啊 ！fuck， 七十万，零点二趴是怎样？六啊，死太早了，好惨啊！